呀，喵啥笑啦？死真侪人，所以这个所在阴气逼人，根本就无人想要接近这。十几年过去啊，庄仔头才会变到这么安尼。我是尽我所有的能力去学道法，希望会当超度这个孤魂野鬼。孤魂野鬼，这几年拢无成功。本来想讲修法的道行无够，伊直教我学了八卦，我才知。八卦。今仔日会来一位贵人，而且这位贵人，敢那就是你。哦，来救驾的吗？嗯。你的面头前那搭一片乌雾，你稍等者，我先甲你的状况摸清楚。摸清楚。你咧创啥？你咧创啥？面头的人，你的小妹状况无啥好哦。你想做怎样？你想做怎样？我会当感受到你业绩，明明之眼睛业障重。这个业绩已经严重甲影响到恁家的人了，你的冤亲债主应该就伫咧遮。阮小妹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这是什么情形啊？发生什么代志？迄个方向来一个人，规身拢是鬼怪气。是人还是鬼？我看到伊啊，外表看起来是凶神恶煞。气场散发着恶气，伊目看到我，伊是一位世外高人。世外高人，恁两个拢伫阴暗过来，我咧想应该毋是巧合。毋是巧合，毋是巧合。伊应该甲你个业绩有真大个关联，反正伊就是你个冤亲债主。伊哪会家己讲遐尼多？要毋过，这女生是用郭雪芙的脸捏出来的、啊？哪呢？有点像。我应该哪做才好？脆脆较认清楚，但是咱嘛是爱小心。这位高人看起来真危险，咱嘛是爱去给西主播。给西主播来了吗？阿妈的剑！道长，这支剑给你借用一下。借用一下。哎。但是要怎处理啊？要怎处理啊？正常要查明正情，我也不能出手啊。但是对方若是一记面就打过来，我这样不就是插手了吗？这样对完整这处一点帮助都没有，只会愈误愈害，敢要让他自己去问，但是他也没能力处理。哎呦，这是要怎么办啊？这是要怎么办啊？阮小妹时间没多少，我不能在这公公等，既然阮小妹还够叫，那这样我就自己来，我就自己来。加减给我，加减给我。哎哎哎！哎，你从啥？足重的，也袂起。今日有一位庙公讲，阮小妹还阁有救，叫我着爱入来这个庄仔头。倒位庙公？倒位庙公？地藏庵的庙公。地藏庵？你是对地藏庵来的？庙公阁讲恁小妹阁有救。对，伊替我跋杯，问地藏王菩萨嘞。哎，既然安尼，菩萨已经答应要给你斗三工啊。来了吗？这种歹话，才会完成祭祖，干那请神明来做主，我才会当对边仔给你斗三工。你等我一下。我来请示看卖啊，赶快来送上。拜礼请示咱的圣王公，来了吗？来了，开请，拜请。上演佛剧，水气氤氲，露天海角片遥门。谢郎，哪会这奇怪？这奇怪，三步北京。结界同会，明明就是一个高中生尔，不虚降神，不虚降神，不做人仙。九天玄女娘娘来啊！九天玄女，
来了吗？降落！很露，太猛了吧！有请九天玄露妞妞林丹。完了，换楼。这直接变机身了，太狠了。是甚物代志？原来是安尼。九天玄女娘娘讲，伊顶顶一世人信奉娘娘，名唤作洛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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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，听的名字。咸奈变个遐轻，轻到袂输真实同款。真实。不是咸变轻，是娘娘将实力借予你，你的力变大。我操！喂，不，这危险了，你别这样乱喷啦！嘿嘿嘿嘿嘿嘿，嬉皮笑脸。哇，足神奇的！也不过我袂好用这个物件，安尼喷对呀？安尼阁无够，我会跟你斗三工，我会分灵出来。帮你洗电浇洗。分灵。分灵。我咧加伊个分灵。无量分身。哇！以分身之术、啊。我的手，哪会家己会叮当？安尼就会晓啊吼！行，咱来去看是啥物情形。免烦恼，我甲娘娘会跟你斗三工。好，多谢恁斗三工。欸，土地公庙哪变作安尼？我之前来过好好啊，敢是最近很共派？唔知影，哪会有人做这种代志？真恐，真正足恐哦！会哦，你哪会这么激动？这位土地公真慈悲，细汉的时阵捌甲我，阁有甲枕仔头内面的孤魂野鬼斗三工，我一定要甲土地公找回来。嗯，土地公被偷走。灵啊妈的！哎，这又是谁？迄敢是鬼？迄敢是鬼？不是，迄是人。哎，完啦！晴天娃娃。好吊丝啊！咱进去看卖啊！好喝，一直喝。跨啥小？你是谁啊？你是谁啊？是全村的人。我要把你生回来。你还敢立回来啊？你哪有这个面啊？哇！我要让你死！好猛哦，砍的脚不会断了。啊！救命！不是我，不是我害的啦。只是一个酒鬼。你拄则讲的，敢就是伊？不是，方位唔对。而且我从来唔捌看过这个人，讲嘛奇怪。这个人哪会当伫这个所在来去自由？鬼拢袂甲伊攻击。怪人。有影呢。
咱伫路的爱搁加较注意一点嘛。好。那他可能是广泽尊王驾到啊。完了，要重来一次了。别再喘啦，一直喘我也动不了啊。耶、yeah, ！屌捏！藏宝图，看谁看得出来啊？什么、啊？这张看起来，敢那藏宝图呢？唔知是藏什么物件？藏什么物件啊？鬼王，来啊！怕你啊！哎、欸，头前真是有人呢。伊是啥啊？生作足恐怖的。这位道士道行真深，毋是简单的角色。咱来说你。头前的少年呢？当然。原来就是你啊！手来一个牙齿点，看来是比你来哦。我可是通天达地、甚至最灵的刀法大师哦！你想要挑战我是无？笑死人！笑死人！你看起来是向魔道修行的道士，伊的身体已经残缺。刚才已经受到一挂很气魄，两哥安那看到是一个查某囡仔哩啊，这就是云南要来的大点嘛。这位妹妹实在是太好专家了，他还在关录音呢，好。伊是咧讲啥？伊是咧讲啥笑？哪呢吼？妹妹，他老妹被卖掉了，受整受刮。你想要创啥？等，你死后真正有机会。完了，啊？哼，果然是一位高人。来者不善，来者不善。哦，开算。啊？哈？竟然是丘下败将，糊涂中的刀孙。手下败将，切！你卖刀、哦，太猛了！他把那个徐道长杀了、哦。三三，卡达七车，好猛哦！七星剑，翠玲，别惊，把你的剑交给我。哦。
呀呀呀！好像要数掉了呢，哪一个是补血的？哎、欸，蛋姐嘞，我还不知道哪一个是补血啊。道长，让一下，香蕉，嘿嘿，妈的香蕉啊！我没看呀、啊，哎、欸，要站到黄色那，我刚看到了，我没看到啊，灰翁，完了，死命。快点！你敢有看到？紧嘞，紧打开你！我没看到啊。看，哪里啊？完了，又要卡住了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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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哪里啊？不是啊，完全看不到啊，那么亮。完了，又要重开游戏。哎、欸，翠玲。再打到，水太水了啦！你敢有看到？紧嘞，紧打开你！只有这一圈有吗？心的心哦心，为什么这还被炸到啊？
对。还有结界。教我姐姐，现在山都炸不到啊！开砍！哦，终于打死了！不要再喘了，殒命！哈哈！换你损命啦，剑总，你会喷血哦。只是侥幸的胜利，幸好没玩困难，但是管子可能打不赢哦。感觉这个要用那个摇杆玩，操控比较顺，用滑手好像都会卡住。靠得掉，一大段墨迹。哇，难得，虎杖吞下去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人拢死二十多年了，你还当布下一局？你对我讲的手下败将是什么意思？他怎么跑过来？灰鸥。灰鸥。嗯。去。你这个看的唔正经。唔正经，不敢自家跟我讲话。有只发生的代志，你也后悔啦。你期待我回来吧。溜之大吉，孙中山。奈有这个物件？这个所在既然有大音符，我第一届看到这种法术，我来请示一下，看圣明该当斗啥个。来了，光泽尊王。刚已经帮你请完了。化王必心回应，速哈刺！如来神掌，德玛西亚。又是间房子，应该是吧，郭雪芙吧，还是谁？感觉蛮像的。灰翁是照谁捏的？都叫还是什么？吴宗宪吗？这个音符有两合真清的万念，所以会看到一挂异象。竟然有人安尼用，我从来毋捌看过。照这异象看来，真久以前才捌发生过火灾的款。我阁有看到这支宝剑，中天离岗。你看会到？你看会到？嗯，一支足大支的，足不可思议。
这敢是真实的？哇！无你，神明将生日照下你，所以你即马看会到。这是斩妖除魔的七星剑，除了表示卡达七星，神明愿意跟你斗三工，也愿意点受此地的平安。拄只迄位导师，我本来当作伊是祭主，但是看起来阁毋是。我讲到啥物买卖，代志奈比我想的阁较复杂啊！等下，我感觉到啊，迄个方向阁有音符。到底是咧比啥物棒？是咧比啥物棒啊？翠玲，行，咱去看卖啊，可能有你借助的线索。好。啊，对啊。翠玲，你稍等一下。令，拄只魔导师施展一招的时阵，我发现是对失传已久的古早法术解出来。哦，我也可以学了吗？了后，甲蝴蝶灵牌面顶，佮加了火形，希望会当帮助你。来。英灵，对，还是什么啦？婴儿。翠玲，快逃生！好多英灵哦，还敢堕胎啊？你看头前的书灯，无头长老，南祭堂，这个所在竟然冒一个怪人。怪人，看起来是七小鬼的法师，敢那内面是用过身的红鞋啊，提炼成的英灵。提炼过身的红鞋啊！这些人哪拢这奇怪，真多拢是一挂邪魔歪道。你来啊，是无？嘿嘿。哎呦，哪会是这么水的查囡仔啊？体态佮气质实在是足好的呢，一定会当生一个好囡仔、啊。你是在讲啥？